两根枪打两条船，这有谁是辣的呀？我不知道。那个辣椒的那个麻辣那个是。
你们真的会来。你们两位男士如果吃不够的话，再多过来。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很多人啊，我们才三个人。
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我们感谢神这种供应。你有工作，感谢神；你有家庭，你有车子，你有。那第二个幸福，它。OK， 下一个。第三个幸福，他讲到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哈。我想真的在这当中是基督徒的你们知道什么。We are thinking about blessing
and wish, or wishing for blessings. So what are some of our 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s?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冬天一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好，冰雪融解，眼看梅花吐蕊，漫漫长夜过去，听到一声鸡啼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经过多少困难，历经多少磨练，多少心儿盼望，盼望新的消息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天一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好好冰雪融解，眼看梅花吐蕊，漫漫长夜过去，听到一声鸡啼，
恭喜恭喜恭喜你呀、啊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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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、啊！恭喜恭喜恭喜。多少忧愁烦恼